谢谢李玉豪，来自淡水的朋友。李玉豪，他不是吴玉豪哈，不是，也不是林玉豪，是李玉豪。好，大家记住他的名字。你有粉丝专页吗？有，然后害羞哈，你看，这年头很多人都有粉丝专页。那大家就是待会有空都可以去帮他那个加油打气一下。好，那今天其实我们有六组报名，那大家有需要中场休息吗？我看我们就一直接下去好不好？那如果说有需要那个上厕所的朋友，我今天开场有特别隆重介绍我们厕所的位置，所以还不知道的朋友就可以试出那个观望一下。最优秀的一栋建筑物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那个厕所，所以大家都可以去那边光顾光顾。那再来那个哦，顺便宣传一下黄大伟好了。因为黄大伟其实在台东这地方相当特别，可能是因为资讯比较慢或是怎么样，其实某种程度保持着一种很纯粹的感觉，那吸引了很多人到这个地方来。以前可能大家到这个地方来都是养老，可是这几年开始有一些变化，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来这边生活。那黄大伟其实这几年也常常跑到台东来，那也在我们这个地方就办了两三场的那个演唱会，对吧？那其实都是除了来演唱以外，也有跟这里的部落的小学做一些合作，我跟他们一起录制一些歌曲，那都蛮特别的，然后蛮默默的，就是可能在新闻上大家比较不会关注到。那确实在台东是有一个这样的现象，不止黄大伟，很多很经典的歌手跟乐手都到过这个地方，那也甚至蛮常出现的，所以大家如果可以持续就是 follow 我们的粉丝专页，一有任何演唱会的消息呢，我们也都会宣传，那大家也可以来听听啊。没有的话也没关系，我们很多在地歌手也需要大家支持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我马上欢迎那个下一组歌手，他叫小勋。小勋，掌声欢迎小勋。来自台北。台北。